好的，话说这个投资房产呢，一直是颇受明星青睐的一个生财之道。不过呢，这得有料才行。是一般人啊，还真是做不到说买就买。但是呢，最近有位高富帅哈、啊，他算是高富帅吗？他好像就投资这个房产了。咱们来看一下。韩国媒体报道，今年年初 ，Rain 通过法院拍卖，以45亿韩元（折合人民币2515万元）购入一栋豪宅。据了解，这栋豪宅位于首尔青潭洞，面积约224平米，原价高达60亿韩元，也就是人民币3353万元。青潭洞是韩国著名的商业中心，也是出了名的富人聚集区。它所处的地区有一个响亮的名字，叫做江南区。然而据知情人士透露， Rain 其实早就有一支理财顾问团队，专门负责不动产等投资事宜，而他的房产也不止一处。自2006年起至今， Rain 就已经在江南区购入多栋房产，看来他真的可以骄傲地唱起来 Oppa Gangnam Style。